师尊也有一本书是教人家如何往生佛国的方法，就是渡过生死的大海。这一本书呢，你也可以请来看，你不熟悉中英文教得度，你可以看师尊的书，渡过生死的大海这一本书啊，你仔细看，每一个同门都要看这一本书的，因为这一本书是帮助你自己，也可以帮助别人往生到佛国净土。